用个会亮的好。OK，哇，这种旧的图还能打吗？还可以打哎。掉个核心，哎、欸，这是旧的核心哎、欸，哎、欸、不对，是新的核心，所以在旧的图里面也会打到新的。哦，我想说他妈的掉一个旧的核心是哪招？绝版地图别浪费，他妈的我整个仓库都是，你觉得浪费？那你要我送你好不好？隔壁好像在煮饭，超级香的。一八，就我没饭吃，操！你有第一版，我仓库里面 YY 应该也会有。我从来没有整理过我的仓库，只要联盟回归就放着，全身装备瓦掉，然后就放着。我今天本来是要上来瓦我的装备的，可是他不给我开我的人物。哎、欸，对啊，你这种我很多，那个地图长得像一颗马铃薯的那个我有。很痛啊！转不到他，他妈的一直闪，闪屁闪！这个剑好长啊，转起来看起来好屌。打旧版会让雨图乱开，应该是没差啦，那种标准的我就随便乱玩就好了。嗯。方的妈妈家偷吃傻小，听起来就变态。我真的觉得解放好帅，现在解放不流行了，真的很可惜。我觉得整个游戏最帅的技能，就是解放跟冰川之刺的那个 skin。我刚才挂网哎、欸，放弃治疗，嫩。切巴登瓦干，切好玩的，只想揍他而已。
这支的球怎么拿的？短球链，然后我记得是，我想想，我记得我只要击中就会拿到球，得到击球。记得啊，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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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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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非暴击时获得一个暴击球。啊，我有点，我记得我的旋风斩不会爆。哎，不对，我的旋风，我的爆率好像没有很高，好像是这样。这只其实不是 COC， 它不是暴击的。你看，我的暴击率他妈的只有 6% 而已，我根本就不会爆。所以我会一直拿到球，我的球会直接拿到全满，会用罗米拉会拿到全满，哎，然后再配合这个鞋子，我获得暴击球的时候，我机会会变成最大颗，然后变最大颗之后消耗掉这个会变红球，这样子，应该是这样子的。你说你那种图，我找找，我就不信我没有。看还有这个帽子。找一下，找一下，应该有啊！我记得我从来没有整理过，屌货！哇，真的蛮屌的，哼！我六连欸，拿来我。哎、欸，我有外有我有外观的、欸，我操！我怎么有这种东西啊？那、欸、这么总的一个六连？我操！我怎么有这种东西？yes。还行，还行是怎样？干这种东西叫还行？我他妈以前怎么会留这种东西啊？干烂到笑！不知福。看一下我仓库好了。妈的，还有留锤子哎！我的天哪、啊！我还行，什么垃圾？还行就代表我觉得有 DB 二，不有可能会有对游戏不太熟悉的新玩家会需要用到一些装备。那我就可以可能就是一个 C 啊，一个点金啊，便宜的价格卖给他们。嗯，真的是讲的这么难听，什么垃圾，真的是你才垃圾。哎呦，哎有没有？我也是有的嘛，这种烂图。那我刚刚是不是看到？奇数之拳，地图阶级三。歌曲，这种垃圾我也会留。我的天哪、啊，废品。
我怎么没有半件是这个 Legacy 的装备啊？火装。有没有六连的东西啊？没有一件可以逃过我的手掌心。再检查一次。哎、欸，想跑？嗯，也六连呢、欸。哇，存不进去啊！先瓦这样 ，OK， 一个都别想跑啊！嗯，设定里面不是能直接看连线数，可以吗？你已经把手机改成英文了，英文电影看了一个月，英文怎么还是很烂？才一个月，坚持下去。再撑下去，还有吗？你看 A 片而已是没用的、啊。哎、欸，哇！避免被点燃，95%魔力加成，哇！变黄的，快削鲁宾整个爆炸！那个可以放进去的。哎呦，你有麻吉嘞！嗯，瓦武器感觉没什么用，武器瓦不是好东西。啊，能量，对对。哎呦，我有绿门呢，缺一片。缺一片，觉得要出来了。下版虚空刀雨会变强吗？什么东西都会变强吧。我还记得两个联盟阵，我真的好喜欢我这支人物，真的好喜欢，这根本就是英灵战车，超猛啊！哇，丑死人翅膀，那八大虎、欸，我那个时候真不知道为什么会瞎了狗眼会去买这个翅膀，他妈的还超贵。哇，这个转起来太酷了吧！会抽阴灵箱子吗？一定会好吗？这个阴灵不拿到，这一季就白玩了，下一季就白玩。
这个是红还绿？这个是红的啦，我没有绿的。如果是绿的，我这次也太强。不行，我真的受不了，这翅膀真的太丑了，真的是太丑了。没半个好看的。对了，这个。之后会玩一个只需要盾冲的流派吗？这一只就差不多啦。好，我就用盾冲打他给你看。你揍不揍他？只用盾冲。来。哎呦！我会情不自禁的想要转这女王到底难在哪里？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在干嘛，也不会被，也不会扣血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会有人打不赢这个女王？啊啊！赞赞出了命。我看明天开服盾冲都还没打完女王吧？明天开服盾都还没打完？不会呀，我这个盾风盾冲的解放哦。再试试。不、哦，哎、欸，没撞到。为什么刚碰不到啊、欸、有没有可以吗？我真的是用盾冲撞的、哦、可以。哈哈哈哈，撞死了。只用盾冲没有问题，没有那么久啦，还是撞死嘛，只是有时候拿不到球就是了。来哦来哦，准备好助跑。有没有？这样不就把他撞死了？嗯，干超低能，用盾冲撞镜子，可以不要吗？可以不要吗？你觉得勇士炫解一定可以？我也觉得应该可以，但不过没有掉啊，没有掉那个碎片。看一下我还有没有？我这一只，我觉得，哎呦，我有一圈欸！我觉得我这一只人物打不赢绿门，那原因是因为暴徒被nerf了，我的那个吸血吸不起来。我觉得我应该是打不赢绿门，但是我愿意试试看看。这样，我要改一下键盘设定。嗯，要喝345的药水，三四，OK。明天才会改烂，不是？
爆图是上个版就已经爆了。妈，打这个就快 hold 不住了。嗯，可以过路。还行哦，伤害有点低耶，应该要打一阵子，但是应该不是完全没戏。呵，嗯，只维修30分钟哦，8点上，这么短会开吗？明天大概10点再起来吧，干，我就不觉得他会准时开，好。伤害他妈鸡巴低耶我。来来来来来来。Holy shit！我好像蛮硬的，就是可以啦，可以啦，可以啦，没事没事，快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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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两只出一起了，等这一刻很久了，没问题，对啦，懒得捡了。二王会 GG， 嗯，有可能水位不够。好，我妈看小怪就 GG 了。这伤害感觉二王是微痛苦了一点。没事的，人要勇敢。请问这绿门吗？是。我操，吸不起来。干，真的，你知道吗？旧的我就吸起来。如果是没有 nerf 过的，我刚刚一定吸得起来，一定吸得起来。刚刚一定可以。一看那个血，我就知道我吸得起来。他那个 VP 被改了，这只人物是 VP 那个版本之前做的， VP 那个改动之后血就拉不起来了。以前我那个血会这样子跳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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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跳，然后我就把他撞死了。那个版本对这只人物的nerf有点太大，所以他被nerf了。对，没有，我另外两只能打的人物，他妈的都在那个深渊联盟，其他的装备都拆掉了，也不是拆掉，都被我瓦坏了。想一下，我还有哪只人物可以进来打？我操他妈的，在门口等我哎！感觉是要跑了，跑一跑应该就还好了。
火，有火，有火，快跑！二 ，one down。先杀小刀，小刀过来，小刀过来。你是大刀啊！可以可以，小刀过来，小刀死，跟大刀。OK， 靠背啊，流血太多了。好像还是打得过哦。Oh, so fucking hurt。可以。哟，啊，还掉了一个白风。我操！这个吸血真的差很多啊！想当年，应该是从头到尾都不用动了。当年应该是战撸的，现在真的是堕落到他妈的技能都要闪。这只以前这么 man， 现在 man 都 man 不起来，他妈被小怪打到都要尖叫了。来吧！他妈的，我是不是回不起来啊？我有没有差集中效应？好像没有差集中效应。对啊，我这个范围看起来是真大范围。非常毛插到我应该没有换，我看看一下，欸，有待集中欸，干，所以我伤害是真的那么低欸，好悲哀哦。被那个毛插到动不了，好嘞！啊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闹人，闹人，该教训他了。嗯。
分流了，打一下元素级交易，呵，这一只。不需要开火看啊，我全部技能都闪掉就好了 ，OK 的。回归冰雨的怀抱。不过这一只冰雨是装备比较烂的，我另外一只装备比较好的，他妈还在深渊还没回来。出去了，最好是被打到，干他妈作弊！哇，剩最后一个，啊，忘记换这个，嗯，免疫流血，更，我刚被晕眩动不了，太难过了。不开火炕，为什么你们会叫我开火炕？开火炕有屁用啊！那个火炕是放好玩的 ，OK？ 你看我的三炕就已经够了，我开这个火炕还是被一击毙，有没有开都被一击毙，一样意思好吗？妈的，加三点最大炕最好是就不会死哦，一样会死哦。我不如多一点，然后这样的话我还有一个 MON 可以打，这样一定比较好。嗯，到底哪个叫我开火炕？真的全部都菜鸡耶！妈，会不会玩 PUE 啊？嗯，哇，真是遗憾。我记得我之前是可以直接坦着那个火圈的啊。对吼，我忘记放火炕水，靠腰啊！那这个黄钻点击他们贴那个天赋，我要怎么看？我只要喝火炕水，应该弹得住。我记得之前这一支是可以弹的，应该还是可以吧。3.2 冰雨别走，3.2冰雨没办法爆图啊，爆图已经没救啦、啊，爆图在那个改版之后就爆裂了。而且这一支太弱了，比较强的那一支在深渊出不来。哦，哇，外绿门不一样。等一下，我还有没有办法凑一圈？我还想再打一次，我觉得应该有的打。打好一点的话就会赢。哎！一二三。哇，缺一片希望，靠腰，望，命运卡应该有吧？命运卡，干这看来头好痛，怎么他妈这么多页啊？干卡好像还没出来，还在那个里面。
还在那个联盟还没合并，还卡在里面。不，歌曲。哦，这哎、欸、有耶有耶，这仓库不跟你一样，没办法、啊。这个是神域联盟的那一页，神域的那一页我还没有买那个仓库命运卡的仓库页。哇，没有办法，抽不出来。一搜寻希望，应该是没有。哎、欸，一张。哎呦！嗯，好像没有了。看这个东西又乱丢哎！哎呦，你要给我一片吗？佳佳。让我进去挑战一下，很久没打。嗯，干，我还记得我这只人物，这一只帮超多人打绿门，这一只每天都在那边怎么代打绿门，怎么挖哥，这一只那个时候也是很飘配的，好吗？只是现在有点低能而已。现在连打个这个怪都要躲在门外面打，嗯，而且这一次还没有击毁，嗯，被 nerf 之后没有改过，蛮惨的。不是走不走位的问题，我以前不用走位，以前打绿门是小火圈不用闪，站着那个王就死了。你会玩禁吗？不会，我射不了四次，对不起。隔壁啊，嗯，这种 DPS 打不下绿门，我的天啊，这种 DPS 你真的是也是说笑话、欸、这只之前最起码大概有800次绿门，我跟你讲，只是版本改一改之后现在不太好打，
冰雨已经算是很好很好打绿云的 build 了。当初那个什么 ES 冰雨图腾的时候，我还记得，妈人人打绿门。那个时候唯一有得比的应该就是炫姐了，不过这个人物都太旧了，这个不符合 meta。就像他妈的2016年呢，还2018年呢，还有人在玩飞丝，差不多意思。我有办法秒这一只吗？我试试。我还没死，差一点点。咬刀先杀。他好像快要点火了，点火就要好哦，点火了。火快消啊！干大刀死了，不大刀别死。小刀来，小刀来。小刀先死，小刀先死就过了。还可以嘛。干，刚刚那个大刀走过来自杀，我吓死了。大刀死的话，我最起码要多花两个门才可以杀那个小刀，干超烦。以前都站撸，干真的，以前都站撸，以前都没有动了。按你的火抗水，啊对吼对吼对吼，按你老师谢提醒。风暴漩涡还升级，好好好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等等，还有装备可以瓦吗？我的装备都瓦光了呢，还是你要把你的给我瓦？带瓦服务，我不只有带过绿门，带过 Shaper， 还有带瓦服务，出事不负责任，很棒吧？你告诉我哪一个台有带瓦服务的？每个都带过绿门，带过 Shaper， 落伍了，落伍了，我们有带瓦装备的。OK， 我看看，开个火炕。减少承受能量。OK， 没问题，来，等等，先叠起来。我先 test 一下 ，test 一下 ，test 一下，这个要闪。哎、欸，不会死哦，不会死哦，
妈的好毒啊！可以哦，可以哦，没问题哦。嗯 ，OK， 来，他普攻把我射死啊！多好的吸血呢！我把那个诅咒拔掉，不然太低能。我一直妈的诅咒我自己，哼。嗯，这次是不是进展？敢试？猜错了，好错！我没有看到那个是镜子。没事儿，没事儿。女王是不是作弊啊？可以坦住，妈了个逼耶、欸！真的是跟我开玩笑。来，哪一只是镜子？我这次仔细看。我哪里打到镜子啦、啊？为什么我打到镜子？我刚是被镜子烦死了，可是我是怎么打到镜子？干，这对受伤之法也太错了吧！干，嗯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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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嗯，看以前也是这样打，以前怎么就没事？啊，对哦，以前会吸回来嘛，靠北啊，不难怪以前没事。好，仔细看，仔细看。喂，我看到了。可以吧？干，这么戳还打得赢欸？戳到爆了还是赢欸？干。我大概有四条命是自杀的，干超蠢的。要了一个烂头，哎、啊，刚刚给我那个碎片的人，你要那个头吗？来了，这个头给你了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不是你，这个四个图腾，这个帽子给你吧，给你自己建啊。带瓦服务来了，瓦丸还你。不用不玩标准，靠北干！妈的，我也不玩标准啊，干！你要不要打？不要啊，打这干嘛？这以前就打啦，这个好累个哦。没关系，瓦烂了。啊，放在这边做纪念好不好？哎、欸，干，怎么放不上去？哦，对哦，这一页纸可以取出。那算了，丢了好了，妈的，占我位置，回味你那个leg个屁呀、啊！干，不要leg啦，不要在那边leg，那边乱leg，乱leg一通。嗯，下版玩啥？我要玩这个，给你看。
对，这一篇我的这个冰川之刺图腾 ID 就想好了，希望明天名字不要被抢。我要叫阿公的大棒棒。EO1 就是要那个啊，别这样啦，一定强，靠北，帮瓦，哎呦，没问题，跟你讲，瓦装我最会了，瓦装我很会，阿妈的大东东，靠北啊，等一下，我先把我的东西丢掉，我跟你讲。瓦庄是有学问的，让我教你们怎么瓦庄。来，让我教你们这一件身后跟你讲，这样子挖下去就屌了。来，嘿，哇，我很抱歉，对不起。对不起，哇！第一次失灵，第一次失灵，帮我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跟你讲，这一次一定行，更超智障，让我们怀念他。法阵不错，是这样吗？我也觉得我摆的不太漂亮。重新摆一次。哎呦，他自己排进去了。这一件有慧根，有慧根。等一下啊，我知道了，要来个 Illuminati 的金字塔，还不能换一个，还不能换赚一颗幻色。来来来来来来来。加持一下，嘿，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欸，有变吗？本来长怎样，什么事都没发生，哇，真是遗憾。七点了，别再玩了，干，我还要瓦，我还要瓦，工商晚一点啊，没关系啊，先瓦好不好？瓦的比较有趣。拜托帮你瓦哇！你他妈阿兹里的行刃都要瓦，不要了，阿兹里不要瓦，阿兹里不要瓦，还有一件可以给你糟蹋。一颗神圣钻，你怎么那么悲观？好了，受缚可以，受缚我可以玩。你这个，跟你讲，武器留着好不好？嗨，博子，留着跟你孙子。哎，安安。你在玩什么、啊？我在瓦烂别人的装备。所以哦，你现在是 POE 职业选手。人家不是以前都有什么带过红门、带过绿门，然后什么对不对？带过任务对不对？我都没有这种服务，我有带瓦烂装备的服务。不是啊，你还有你的这件如果六连的话，该有多好的服务不是吗？对对对，这件该有六连该有多好，然后别人就会帮我连起来的那个服务，真的是非常不要脸。你跟你观众问一下，他有没有那个代客光明之战抽传奇的服务？有没有？就是你叫他们玩，然后他们运气好，玩久了会抽到传奇啊，再卖你，对不对？啊、他们有几率会抽到你的传奇，有没有？合理吧？我瓦了两，
玩了两件，玩了三件，黄了两件，好扯哦！啊，你们玩到加一啊？没有，我玩了每一件都变黄色。现在最强的到底是什么、啊？彩动跟加一，这是很厉害的吗？加一一定最厉害，还有加一最大抗性。嗯，哦，那我问你哦，现在七点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赶七点了。对，好啦，我们这个。这个瓦装服务，瓦装服务下一次再玩。我要先来玩一下蛋糖了啊！你们可以跟我一起玩，跟我跟叉烧一起玩蛋糖，好不好？我那天找了一个腿、欸，你找了一个腿，我对，腿会 carry 我吗？我觉得会。他那天来说，他要看我们的台，他说他想要一起玩蛋糖。我说好啊，我最喜欢跟别人一起玩蛋糖了。最喜欢游戏跟别人玩的时候，贼爽。蛋糖一起玩很好玩、欸。我自己玩的时候，我好痛苦啊。我跟你玩的时候超级不好玩呢、欸，不是我跟你玩不好玩，我跟你玩也不好玩呢、啊，干怎么可以说你不好玩？太瓦烂，装备一次无 EX 就好。我觉得是我们两个太烂了，所以会造成了它看起来不好玩，你知道吗？嗯，对，你这样讲是对的，我也是这样觉得。我们每次打那个什么试炼副本，我们都是去被虐的，我都不知道为什么。这好大，为什么靠它这么大？哎、欸，那。